Kevin， 今天又到了我们蒙牛教室，没有错，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ROG 到底该怎么选，那 ROG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原理，以及 ROG 它到底施工上要注意什么地方。OK， 大家现在看到这四台机器，我大概介绍一下，从我右手边开始是 KEI 的 Mi 2， 然后这支是 Makita 的 PV7000C， 这支是 Ryobi 的 PE2100。这支是我们 KWS 做的 KTR。桌上这四台机器呢，都有共同特点，它都是 ROG。那 ROG 都有个特色，它就是针对一些严重伤痕在做使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ROG 它的运作原理，它可以创造比较强的扭力，可以创造比较强的瞬间切削力，它就是属于是 RO 的螺旋的运作原理，然后是同心圆的运作原理。所以针对比较大的伤害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建议使用 ROG 来做第一步的处理。那第一步的处理的目的呢，就是要先把这些伤痕变成绵密细小的伤痕，也就是大家常讲的伤痕置换。伤痕置换的原理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机器配置，将大伤痕变成小伤痕，变成更细小的绵密伤痕之后，再做最后的收尾，甚至到拉亮度。抛光我们大概就几个环节来谈。那市场上有 ROG 这种机型的，那还有另外两种机型，可能就是 DAG 还有 GAG。其实每一种机型它所担负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期许着自己拿着一台 DAG， 不管是我们的 KT15， 或是你自己手上的一些大脚，或是其他的 DAG 的机款，你想要拿这些机款来处理严重伤痕，可能300番、400番砂石的痕迹，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把这些伤痕移除掉。那如果你选择正确的配置，你先使用 ROG， 先把这些伤痕做第一次的伤痕置换，再来使用 DAG 或是 GAG 做修饰，你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而且你做起来也会更得心应手。那其实 ROG 刚才讲过了，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于针对严重伤痕的处理，还有后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拉皮。那关于拉皮，你可以看我们另外一支拉皮教学的影片。那一般抛光我们 ROG 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基本上很多人在拿 ROG 都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抵抗它。简单来说，你越用力的去压它，它就会越用力的弹回来。所以你看到很多人拿 ROG 的时候，它拿不稳，它会一直想要把它抓紧，然后一直想要去控制它，然后造成到最后你可能没办法很稳定的去完成这一次的抛光。所以在使用 ROG 的时候，不管你使用海绵或是使用羊毛，你只要轻轻的贴在漆面上，尽可能去跟着机器的运转来移动，不要很刻意的去压机器，不管是 ROG 或是 DAG 或 GAG， 我们都不应该任意的用力去压漆面。你压漆面这个动作，不但会造成漆面可能有烧漆的机会，也不会让你的机器的运转能力变更强，更不会帮助你这一次抛光达到更好的成果。所以，所有的抛光的大忌讳就是不可以去压机器，这是 ROG 的简单的基本要诀。那当然，实际上的操作还是要你亲身体验之后，你才会理解我刚刚所说的。好，那大家一定更好奇的就是，我现在桌上这四款都是 ROG， 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就简单的一一来介绍。好，其实这四款除了我们的 KTR 以外啊，这三款应该是市场上的比较热门而且比较知名的几款。KTR 毕竟我们刚推出，那我们也期许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新星。所以我右手边看到这台是 KEI 的 Mi 2， 它是一台非常昂贵的机款。这台机款它的官方售价是23500，那它为什么卖这么贵呢？因为它这台机款呢，是透过 Ryobi 的2100的原型，再经过 KEI 这间公司它去加工改造，然后所推出来的一款机款。然后它当然它有提上它一些独特的一些技术跟一些门槛，所以它可以翻售到23500这个比较昂贵的价格。这台机款有什么特色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软边底盘是它原厂独家设计的比较特色的底盘以外，还有它的把手也是经过它独家设计的特殊的万向把手。那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正反转的功能，继续运转，一般可能是正向，它可能可以做成反向的运转。那至于这个运转到底有没有实质的作用，其实见仁见智。有一派说法说这个运转是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把漆面做得更平整，做得更漂亮。那有一派说法说这个功能其实是虚设，其实是实用性比较低的。那对于它到底有没有效，这个我不多做评论，这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讨论。在机的缺点，基本上最大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然后再来是它的重量，它的重量非常重。你在抛光起来呢，施工者你的手会比较酸，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长时间的拿着这一台机器。所以以上是大简单的来介绍这台 KEI 的 Mi 2这个机款。那接着这一台汽车美容的店家或汽车美容玩家对这台机器绝对不会陌生，这是 Makita 的 PV7000C。这台机器基本上是一台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机款，它这台机器在台湾应该有20-30年的历史了。
哦，如果我有讲错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纠正我。Makita 这台机器它的优点是它非常的稳定，而且它非常耐用，所以也广受许多消费者的喜爱。那它这一支的售价大概落在7000多块左右。它机器的外观设计上，它的重量呢是比 KI 的 Mi 2轻上许多。它的调速器以及它的这个固定式一档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硬要讲它的缺点的话，就是它的扭力上可能没办法跟 KEI 的 Mi 2来做抗衡，因为毕竟 KEI 它有1100瓦的扭力输出。那接着讲这台 PA00 这款机型呢，是 Ryobi 推出的一款机型。那基本上这款机型也就是刚刚介绍过的 KEI 的 Mi 2的原型机，它的外壳基本上就是以这一款的机型拿去做调整改动的。那这台机器有什么缺点？缺点就是一样，它的重量比较重。那它的扭力呢，略输KEI Mi 2一些，它的瓦数大概在950瓦左右，但是它的力道呢是比 PVC-CNC 来的更好一些。那基本上这台机器已经逐渐的被市场淘汰，因为 Ryobi 后续也推出了 P201、P202 这样子的机款。OK， 那接下来聊我们自己的 KTR。其实你一拿起来，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重量是比桌上这三台机器的重量都来得轻上许多，所以我相信你们在施工上会更加的灵活。我们这次 KTR 一样有跟 PVC-CNC 一样的这个功能，就是所谓的固定一档的功能。哦，简单来说，我把转速的位置假设我调到5档，那我在抛光的时候呢，它是5档。可是透过这个固定一档的按钮，我可以重新跳回去固定一档。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功能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做铺料的动作。我们刚上抛机上去，我们需要铺料。你抛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切回一档，先把抛机均匀的分布到漆面，我们再切回我们想要工作档位，不管是4档甚至是5档，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设计。那目前市售机款，据我所知也只有 PVC-CNC 有，那还有我们这台 KTR 一样这样设计。那转速可调从1档、2档、3档到5档。那这台机器的扭力值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 PVC-CNC 的扭力。那 KTR 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嘴的地方。有认识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在2019年曾经上过地球黄金线，去介绍我们汽车美容抛光拉皮。那当时我们使用的就是 KTR 这台机型。在地球黄金线的片段里面，你看到的是另外一款彩贴的版本，上面有写台湾的那款机型。那其实它也是 KTR 的原型机。所以说其实这台机器你要进行一般的抛光，你要进行一般的拉皮都非常的好用。在设计上，我们也希望可以让 DIY 或是说一般想第一次尝试 ROG 的新手可以更容易的来操作。那最后我觉得我们 KTR 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 KTR 的 Mi 2是23500，它是比较高端的价格，我们先不讨论。那你现在市售 CP 值比较高的机款 PV-7000C， 它的价格大概在7000多块。 PE2100 虽然已经逐渐被淘汰，但它的价格也在7000块左右。现在 Ryobi 的新的机款PE201、PE202 这样子的机款，基本上价格也落在7000-8000块左右。所以基本上目前抛光机市场的主流机款都会落在7000块以上。我们的 KTR 到底多少钱呢？目前的官方的售价是3500块钱，对，你没有听错，3500块钱，就是它的基础的套餐，就是会配上一个软边底盘跟一般的原厂标配的一个把手。那当然，我们还要推出另外一个版本，是7000块钱的版本。我们把这个配备都配进去之后，贩售这个7000块的价格，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说，你今天你去买，不管 Makita 或 Ryobi 的7000块钱的机款，你都只会拿到一个空机，搭配一个一般的把手，搭配一般的底盘，有些甚至连底盘都没配。我们的 KTR 的7000块套餐里面，它是完整的提供给你所有你 ROG 可以用到的东西，不管你一般抛光用到的软面底盘、海绵、羊毛抛剂，如果想要玩拉皮，拉皮要用到的可能是铝盘，可能是拉皮垫，这些我们都配给你。那同时，我们当然会配给你我们最近才推出的伸缩转向把手。那当然，这伸缩把手我们也有做零售。如果你本身就有像这样子的枪型机款，你想要来改动你的把手，你也可以另外去购买我们的伸缩转向把手。那我相信这些配件可以帮我们的 KTR 创造很高很高的 CP 值。那总结今天介绍的这些 ROG 的机款呢，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些答案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决定，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机器以及配置。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见，拜拜。